的注意，你绕到后院去 K 他。嗯。嗨。两下。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啊。这个人是谁啊？不知道啊，大概是小偷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我的名字叫邦尼，我们家住在地面，可是我们家浴缸坏掉了。不会吧？能不能到你家这个地方洗个澡啊？通常我都在这儿洗澡，洗发精、润色精随便选，还有一块菜挂我在水里。不错嘛，不过说真的，你脱衣服的速度倒是挺快的。我脱别的衣服更快。不信。哇，这个臭水呀，我擦！我应该跟他怎么解释才好呢？哎，谁呀、啊？你，管静小姐，我在洗澡啊。为什么？因为我身体脏啊。为什么？刚才我走过田间，看见有个5块钱，我把它捡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堆粪，所以我弄脏了。为什么？你不要再问了。我承认我是有点贪心，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为什么要避开我，说啊。哇，真不仁慈。告诉阿牛他又不信，这次我抓给你看。婉君，我第一天看到你之所以会那个样子，是因为我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这完全是个误会啊。阿牛，这小子跑哪去了？我才不管这是不是个误会，我只知道那天你抱着的那个人是我。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做人是有原则的。其实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你表哥。我表哥？不会的，这只是你的借口而已。如果说真的是我表哥的话，我现在马上就跟他说清楚。你不能去找他，你去找他那不是要我死吗？你绝对不会死，我自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와꾸치기지이다제가골라준거아닙니까이마이렇게가돼가지고쫙붙더라고요뭐그적대기를줘도쫙붙고와꾸는무슨씨발존나비리비리해갖고씨옛날일다이제부고여기서다시한번시작해봐라예아사장님아나진짜아이거피레미한마리처리했다고이거너무어깨에뽕띄워주라는거아닙니까 진짜씨발
까다로군 새끼야. 뭐 꼬라보는 십자수가 누가락 집합볼까 시발놈이. 마 일라라 일라라고 시발놈아. 오마라 곤충 사이슈. 오